中意你。表現係衰。你咋回来了？我工作调动手续啥都没带。我那你瞅一下，你想啥了呀？我以为我放包里了，完我过安检的时候打开，谁知道没在啊？那你就过会儿给我打电话呗，我就给你邮走就完了呗。手机也没带。哎，你这人啊，我这试试了，给你咋整？我不送你个手机吗？你那手机也没有卡，我咋用啊？你看没啊？没呢，咋了？这么着急让我看呢？哎，没事没事。那你这车咋整啊？车改签呗，那还能咋整？那你工作来得及吗？那我也得需要这些东西，需要我手机呀、啊。那现在回家取啊？那回去取吧，现在取应该还赶趟吧，回去吧。还坐着干啥？你赶紧去啊！跟我一起上去呗。这连个停车地儿都没有，我怎么上去？我在这看会车，你赶紧去吧。你给我下来，我睡不着。啥事儿啊？还得非得下车说、啊。咋的了？这严肃啊？你有啥事要跟我说吗？说啥呀？咋的了这么严肃啊？没一点事儿都没有跟我说的。你赶紧上去呗，不赶趟了，第一趟都没赶趟。你不去了？为啥不去了呀？干啥呀？这个我要不看的话你就一直也不跟我说。那我不是怕当面说尴尬吗？你万一你不同意的话，那以后连朋友都做不了。那你说都不说，你怎么会知道就是会失败呢？那我想的比较多吗？你想。哎，你干啥去？想啥想我？